物理及考核中心主任沈柏林今天表示，中文发单列表作业是利用现有的电脑设备以数字代号列印中文字形，然后以描绘引起输出，在税单上注明中文名字、名称和地址等资料。这项作业将先示范台北市小规模盈利事业所得税发单、综合所得税退税等作业，